好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一下，那个汉语的那个考试重点的呢？汉语的考试重点，来，第一个是组词，组词重要是吧？第三轮把的哈里一比亚没。好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是。肚子，第一个字是什么呀？票，票，票票，OK，票把的一溜呀嘞，漂票把，亮，哎，漂亮的票嘎，三点水那里，这个是马米水，是什么？门票。票，好，这个呢？电影票，好，下一个是请请，坐。请坐，然后呢？那就过吧，来，请坐，闭嘴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请进，好，下一个是，下一个是什么呀？想念，想念，然后呢？哎。是什么呀？想家。好，第四十，快，快什么？快，哎，筷子的筷不是这个筷啊。快乐。然后呢？飞快。然后下一个是地方。地方。地块。还有呢？土地，地图，土地也可以。好，下一个是家，阿家把嘞，把家嘞，把嘞嘞。参加，然后呢？加法，好，下一个是胖，胖什么？哎，不知道啊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胖阿姨。胖乎乎。胖乎乎。不能啊，胖下一河马个是。吗？老师不能胖河马吗？什么？放河马不能吗？可以。好，第八是什么？种。种种子。那不是背着了吗？那这里是什么？种花。种花。种菜。种草。种菜。好，下一个是。
经过。我下一个是铅笔和钢笔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这些抄一下，哪里的小老古堡？来，第二个是注音并主词的，老师，注音也不要主词了，忘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金。好，金什么呢？金，洗洁精。精彩。好，下一个是游流利。黄沙流。好，下一个是幸福。逛街。对，下一个是逛街。逛街。人上逛街1分钟，女生逛街30个小时。女生逛街，男生。好，下一个是腿。火腿肠。哇，我在火腿吧，就是火腿，别火腿肠了，火腿就可以了。不要太长了。来，我们继续往后。老师说那个塞比了鸡鸡啊，就回答一下。第一是。看不到。第一是伤心的哭了，哪一个的？伤心的 B 的 A。哎，不是那个 A，B 伤心的哭了 B。好，第二。老师，我对了。你有什么的心有什么特长？对，你有什么特长？好，第三，叔叔篮球打得很好，很准，对吧？很准。好，下一个第四。歌和足球。这个每个人踢的不错。好，第五。每个学期我们都有新课本。第六。那个很帅的，下一个第七。他学习很辛苦，成绩非常好，刻苦。老师 C 刻苦。刻苦对吧？他学习很刻苦，成绩非常好。好，第八。联欢会上，同学们表演了很多节目，节目是哪一个？节目，B 对吧？节目，好，第九，同学们。祝老师生日快乐。C 应该是这个写错了吧？应该是祝老师。为什么是祝老师？对。啊，第十。这些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篮球比赛，输了他们
直接放吧。这个是 B 呀、啊。B B， 好的，继续往后。来，填空。第一，读一下。常常帮妈妈打扫房间，妈妈对她很，满意。满意，对了，小华常常帮妈妈打扫房间，妈妈对她很满意。好的，下一个，第二。小华很聪明，每次考试，考试成绩，都很好。对的，成绩都很好，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。下一个，我的妈妈很奶，很漂亮，年轻呀、啊，不是很漂亮。我的妈妈很年轻，长得也很漂亮。好，第四。大家要好好学习，大家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听课。大家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听课。好，下一个。老师让我们学校飞到学校不要迟到。老师让我们准时到学校，不要迟到。妈妈想买一个漂亮的钱包。好，下一个。他的字写的不工整，写的不很帅看。不怎么样，不工整。不工整。很难看。好，下一个。对老师的满是的书架上摆着很多书。对老师的书架上摆着很多书。好，第九。老师常常说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。主人，老师常常说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。啊，第十。啊，所以我这时间都要睡觉。他是不是一个睡觉人？小华的房间很安静，他是不是已经睡觉了？读 A 那边的。他在躲到被窝里面看着美女视频呢。挂过来。还没抄完，等一下在那个里面看吧，群里面去看。来，下一个，把下面的句子这个是排成正确的句子。慢干那我叫你吃泡面比较 CB 娃的。好的，第一是什么？妈妈坐在沙发上，坐在沙发上。妈妈坐在沙发上。没找到钱包。第二是什么呀？等一下，第二是什么？他没找到钱包。钱包好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是小兔子在草地上蹦来蹦去。小兔子在草地上蹦来蹦去。好的，来。第四。他拉的小提琴很不错。第五是。不说你弟弟长得高不高？不高。我们 OK 好，你弟弟长得高不高？第五好了，是第六。我们每年冬天都要。每年冬天都要去，我们都要去郊游。
加油，喵喵鸡宝，每年冬天。每年冬天，我们都要去郊游。OK， 好的，下一个第七，小鸟飞得非常远。小鸟飞得非常远。好，第八。小华在安静的看书。小华在安静的看书。对了，第十。小明仔细的擦桌子。好的，这些大力老师说漏出来没？然后 B 这条要买哈利的裤鞋呀没？我和妈妈逛商场是什么？我和妈妈逛商场，知道吗？老师，那你晓得吗？爸嘞，我和妈妈逛商场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，明天开始考。明天考什么？我和妈妈逛商场。不是，明天考什么？汉语。明天考阅读吗？阅读就是汉语和语文里面的，就是老师让你们读什么，你们就读什么，然后就你们看你们的那个发音。啊，我来打分。对，明天进我的 Zoom 好吗？好吧。是明天那个6点半。对。拜拜，老师。明天是第二节老师来7点，不是我的 Zoom 哟，第二节老师的 Zoom 呢。好的。OK， 好，因为课程表里面有啊。老师，6点半你教吗？不是，我不教了。7点的时候进曾玉珠老师的 Zoom， 明天开始考试了。是啊，明天就是考试。对，